林母啊，一句望不好事。扫墓的时阵，当年拢去看坟的，落尾才甲捡起。一个拍开了后，拍开了后，规棵棺材内底拢水，把那头化掉呢。哎呦喂！今天要应征你，为什么脸画的这样花花绿绿的？哎，真的呢，我那个脸的那个烂疮啊，被用圆珠笔圈起来，圈起来，会不会你？而且还画箭头哦，会不会你？还有今天晚上，我咧不来说你啊，第三面骨掉骨掉尾溜啦，啊有安那，尾溜等于啊，哎呦喂，啊就迄个天气的啊，你赛车的时阵手放外口啊，哦，扑一个手等于啊，啊人有甲交代啊，讲你遐一定会见血光嘛，啊就真正发生这。冬天，啊，人一句话在咧讲吼，再生一粒豆，看也死了拜猪头。就是讲，咱再生的时阵，爸母咱来对他友好，死了后你做甲安尼真闹咧嘛无效。但是呐，知影通反省嘛好哦。有的人是爸母往生了后吼，吼一年吼，敢若一个地亡过嘛，要变断去哦。我先来问后面的一个吼，有一阵啊讲，听讲恁厝内兄弟啊，大家拢无真顺，啊，尾啊去扫墓时才发现讲，墓地有问题。迄个时阵是因为我先讲我妈妈吼，妈妈较早往生嘛，78年我妈妈就往生，所以讲迄阵妈妈往生的时间多。迄阵你才几岁？哦，78，迄阵才20几尔。哦，啊伊咧伊几岁？妈妈死头，妈妈到60岁尔。伊安尼算少，那现代人安尼算少。是，所以说咱较唔甘嘛。伊迄阵拄啊12月27，29未就过年啊，27过新年。啊，你讲迄阵大家拢真。真仓促，因为阮遐个例来讲，死人袂用过年，死人不能过年，好像死别拢安尼哦，对，敢那拢袂使哦，对，但是即卖人无啊，即卖人嘛是有病伫个殡仪馆啊，还是讲家己放伫个迄落冰库啊，打汤伫个厝诶，不过你啊冰伤久吼，迄人拢愈歹去，对，无必要。啊，所以在迄个时阵12月27就两工尔，对，所以就足紧诶，伫个绿岛迄个所在，就离高。拄啊，离高眠，离高透早都爱出去啊，所以一天而已。离别做一下，甲做功德，甲做有禅，做做爱得出去。等下头都4-5年，阮逐年拢去拜拜吼。啊，迄几年来兄弟也拢无好，经济也无好，家庭也无好，足歹。就落尾，阮会去找老师去望地看，有人看到望牌就知影讲阴司啦。为什么看蒙白的知影？哎，啊，因就是蒙白都淡的嘛。对，因就是有迄落厉害。人有迄个内涵。对，落尾阮再搁请北港妈祖吼起教，阮遐算阮拜妈祖。朝天宫吗？朝天宫。绿岛天后宫。哦，绿岛天后宫，原来有请北港妈祖。对，啊，阮接来做登记嘛。是。啊，来问嘛是同阮讲，这个林母啊，这区蒙有问题。扫墓的时阵，逐年拢去看有问题，落尾才甲捡起。一个拍开了后。规棵棺材内底拢水，把那头化掉尔，哎呦喂，身躯拢还搁滴咧，哎呦喂，衫裤拢啊。所以这款的拢水，迄应该是地较湿吧？对，所以伊搁无来托梦啊，阿无来甲人讲啊，伊无了解，但是你的子孙会无好，包括吼皮肤拢有病，因为水都泡在水里面。啊，较早迄种是西式的棺木吼，啊顶管有压颗粒嘛，啊可能是边啊搁有水咯，所以讲，啥人去？咱若去咧扫墓的时阵，是爱了解讲，你爱甲内底树啊啦、啥物啦吼，较无好个啦，啊，佮知影讲迄水路，结果落尾才知影讲，迄种的迄个血是桃花血啦。哎呦，所以你讲四个兄弟，拢娶查某，无离婚啦。离婚哦，啊，拢是因为查某空再来离婚。对，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就赶紧爱处理啊嘛，捡起了用乌茶，伫咧棺材伫咧墓边啊吼，用乌茶佮烧。什么叫做乌茶？乌茶就是跟那黑木炭同款，它是乌茶。为什么一定爱用乌茶？啊，你个酒精一定爱，伊到遐个啊，迄就是土公啊讲的。哦，是。咱就叫土公啊安尼处理。是。还包括内脏拢搁还搁有呢。哎呦喂！啊，尾啊再搁甲烧，搁化掉再来捡骨。对。哎呦喂！啊，你看在迄个过年过，阮迄阵要出山了，有头七、二七、三七、四七吼。啊，迄阵阮小弟啊咧拜拜吼，你毋知阮。迄个，干那剩阮小弟啊尔，甲阮一个阿婶较早顾阮妈妈的时阵，阮兜较早迄大同宝宝吼，迄只大仙的啊，啊咱电视较早是查的嘛，还佫有黄华，伊毋知影既然那烧，迄只大同宝宝嘣嘣嘣嘣跳落来，他是手吼，我跳登去，
手，因为你徛耳朵把手都去擦掉迄个毛，哎呦喂啊！啊人震着啊啊，枕头啊，枕头哪去？啊全都捡到倒来补。啊有接好无？有啊，啊即马唔过接好倒来，赶快个歪歪一只。检查纪念，那烧那烧，一只大龙宝宝，砰砰砰砰，飘跳咧，跳落来。啊，甲宝贝就是阮妈生气嘛，阮兄弟啊拢无伫个，剩一个尔，阮爸爸阁无伫个，无转来。嘿，去台东买船啊嘛。啊，你弟个唔是？我无，阮小弟尔，我迄阵伫个高雄咧食头路嘛。哎呦，啊，但遮重要个代志爱倒转来啊，你们为什么没有？迄阵已经头七、二七、三七啊啦。啊，拢有做好。啊，是遐，迄个我咧讲头前发生个代志啦，啊后壁才处理好。才甲提倒来纳古塔，啊！伫台东的多人纳古塔，我不喜欢，我会倒去拜拜啊。我无一定爱签名者啦，我只要有倒去，我就去遐甲因看，来拜拜，哦，啊，加烧瓜，互伊安尼。啊，只要处理好，阮兄弟也较会顺的。是，所以说袂使提起钱，对梦哦，咱观众朋友袂使提起钱，咱祖先哦，你一定爱了解。对梦，真正对祖先呐。对祖先，我有听过恁厝边啊吼，讲毛三兄弟啊。啊！讲要扫墓的时阵，讲神明都该指示啊。讲内底有三尾牛哦。迄个三个兄弟吼，第三个较铁气啊。吼。啊，人有甲交代讲，你若要捡骨，要捡骨，还是要怎吼？你一定爱注意内底有三尾牛。你三尾牛表示恁三个兄弟。啊，第三个就铁气啊，叫讲啊，我唔信啦，叫土公啊吼，讲特别甲捡骨啦，一掀起大尾就是第一尾就流出去啊。哎呦喂，啊，你骨的时阵吼，佫骨着第二尾。第二尾佫流水，哎呦！啊又甲交代讲，你骨来洗你啊。第三尾骨着骨着尾流啦，啊有安那，尾流断去啊。哎呦喂！啊，就迄个铁器的啊，你赛车的时阵，手放外口啊，哦，扑一个手断去啊。哎呦！啊，人有甲交代啊，讲你遐一定会忌讳光嘛。啊！啊，就真正发生这个代志。哎呦喂！我听着去根本赔，哎呀，去根本赔。啊，所以讲这梦哦，咱有时啊去梦的，迄禁忌真济啦，啊，各地啊地也无同款。对吼。啊，咱去咧拜哦，大家爱。较虔诚，对对，西洋比赛不。安尼，咱来请问袁克老师哈，啊，到底蒙白哪笔对家中运的安那样？咱拄啊，这个有人咧讲阴湿啦哈，而且伊迄就是拢地理的问题，后来底会积水啦，也是讲会阴湿，还有地理局的问题，就是啥，伊的水路无透，这个浸水深，水头壳浸的，你着定不是有这透风的问题，子孙有透风的问题，那去浸着脚骨都不良于行，所以讲蒙白哪笔开动的，迄是非常无好。哦哦，诶，后面你讲一个朋友定头疼。伊是伊大汉后生吼，不是头疼，那伊检查吼，安怎做断层扫描，规个头拢无问题，都不是暗甲下晡时啊头都举起来掉。罗面嘛是人讲有人讲亲情愿意，到尾就问人意啊。哦，亲情愿意，亲情唔愿意。哦，到尾啊，就爱问东西。哎呦，爱问钱的关系啦。啊，问神车不一个咩？问问下才知影是无形的，因家的梦有哪出问题啦？哦，是。啊，落尾去捡骨的时阵，是安怎讲有问题？捡骨了，因后背的头颅，抽筋整过。哎呦，头颅抽筋。哎，像哎呀，观察内底，啊，抽筋就爱整过观察。对，一定整过啊。所以讲，有时啊梦哦，你边啊，咱去扫梦嘛是爱去看伊四周。你有时啊大树，迄大树根啊，还是拿头根啊，哦，迄个海边啊有足侪拿头。会酸顶的。会酸顶的啊，迄拢爱注意啦，爱处理起来较好去。哦，所以说有时啊未使开玩笑呢，所以未当天气的，未使天气的。啊，听讲你若要去扫梦的时阵，一般人会是讲带梦过，啊，你早来讲拢甲人无同款，你拢早啥？啊，妈妈在生的时阵，就爱捡红点。天就好爱哦，啊，捡红点。妈妈也爱捡红点。所以我若拜拜吼，都阮爸甲阮母啊。恁列岛，恁妈妈是原住民吗？唔是原住民，是我看较像。我哩感觉恁妈妈是爸爸，恁爸爸嘛唔是原住民。唔是，拢闽南人。哦。所以以后唔好阁叫我们看我是太南，恁兜叫太皮啦。这，我母啊吼，拢叫红点。哎，恁妈妈叫红，什么叫红点？是二一点那种？不，红点啊。红点，红的，啊，十，要加起来十的话就减起来，三加七十啊，二加八就有分啊。所以我若拜完母啊，是一定
爱摕扑克牌去，咧博杯起来爽啦。博杯吼，连线三杯啦，伊爽到要靠杯。哎，不过你提起吼，你提起你无介意，干那提起。我介意，好伊阿就足济朋友，还讲介意。好安尼哦，是是。你乃知伊爽到要靠杯。哎呀，欢喜啊，连线三杯，阮母也欢喜个。啊，迄博嘞，因杯嘞，阮母也欢喜嘛。哦。啊，阮爸爱食长寿的啦。食阮是较唔好，咱讲正话啦吼。这是咱迄落国产的哦。国产的，国产的。啊，这粉甲点落吼，迄个速速度也好受紧的呢。吼。讲你食较慢的，速速球呢？速速球吼，啊，像粉菜吼，拢袂断呢。你啊。真正袂断啦。哎呦。啊，咱要烧的物件，你还佫加地藏王菩萨，甲土地公伯啊，讲这是要阮爸林占贤，阮母啊陈秀芳，即所有的。诶，现金拢要伊呢，无迄好，迄内底三十几万人，迄抢了了，抢到剩只内裤尔。无啦，迄不是人啊啦，我知啦，三十几万，因迄边的人啦。啊，伊的意思讲，恁的家族墓园吼，讲你有去望到，讲恁老爸一直咧南河啦。系啊。啊，不要讲有问题是吧？有问题，因为恁是讲。老爸往生迄天，咱就收啥物啊？豪华别墅给他，汽车、洋房，啊，搁有婢女啊，啊，搁有行动手机。结果拢用手机的款咯。唔知啊，就是讲有一天我咧困，啊，去梦到伊讲，哎，啊，你怎么会在像以前人爱大流迄款的火车，伫咧迄个火车上睡觉，然后安尼规身躯单立咯。我就问他，啊你今年奈无开车出来？啊奈无倒喺厝困？啊奈离这个车厢内底，啊个遐尼啊旧的所在，个臭的所在，离啊迄落一直咧背衫，就讲伊是安尼一直咧吃就对啊。我讲啊是毋是出问题啊？伊甲我点头，因为伊袂用讲话，伊就是给我看这个景。然后隔天我就找那个土公师讲，啊无咱来看卖吼，看到底是毋是迄梦出问题？结果去看，真正是。最早入去，因为阮那是家族的，你山顶有一个，家己起一个迄个，敢那别墅迄款样的，啊来看，我真正讲，迄墓牌啊壁，吼，啊内面拢积水，是，啊所以规个迄个骨头尪啊拢浸水，哦，那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就赶快去翻修，但是在这不久之前，我爸爸阿伯来跟我讲的时阵，阮就已经发生足侪代志，什么代志？就是讲，查甫也拢发生车祸，拢袂顺，嘿，啊，查某嘛拢发生车祸，啊，无就是开刀，啊，无就住院，啊，唔是讲你阿姐讲目睭嘛莫名其妙肿起来，啊，姐目睭肿起来是吼，去扫墓的时阵呐，啊，就咱是不是人有个人甲咱的甲草拢缀伫咱这边，啊，咱去扫墓的时阵，姐就甲遐草个好多倒去嘛，个好个隔壁去，我讲你唔好安尼讲后果，你安尼讲后果，咱不要就好啊。去嘿啊，去讲砍着别人的梦嘛，唔好啊。伊讲遐敢有梦，遐敢那无，结果佫甲掀起来，佫甲看一下，就这个动作而已。他那时候扫完墓回家也没怎么样，但是一回到家里，大概每一个钟头，目睭开始疼，啊，到尾来目睭就睁个敢那睁起，整个拢眼泡都出来了，连下眼袋也都肿了。啊，去看医生，点目药水。医生讲你都无啥货啊，无晒炎啊，无啥物感染呐，啊是安怎？伊结果就讲啊无，我讲医生就看过啊，啊就唔知变呐，无咱来问老师。结果老师讲啊，你是去倒位啊？伊讲无啊，我就干那即个动作呢。伊讲啊，迄是啥物？空中煞，吼空，人爱讲空蒙煞，去冲着，嘿，讲迄多清起来。就是这个蒙吼多清走。啊，对，多前兆了，因为伊当前兆无偌久，啊，那个晦气其实还在，所以讲你若用去看到，就算是这。我要问新的一个吼，拜亡啊，甲拜这个灵骨塔，哦，伊就塔遮济位，有啥物无共？我进门亡内底，我就来遮拜，遮贡品就囥在这内底尔。来，每一门亡内底拢有一个护土，就是土地公，啊，这土地公就是咧顾这门亡头，所以伫咧遮甲土地公讲，先拜土地公，啊，拜好了后再来拜。拜咱的这个祖先墓，这祖先，啊，所以讲，伫个墓内底咧拜，就是差这个，啊，甲去那去立骨塔，一定爱先去立地藏王，今仔地主今仔日来，就是要来敬拜什么人，啊，所以我今仔所拜的这贡品是要传有相，就是地藏王甲咱做主。啊，意思我讲，恁阿妈吼在世，讲上少是恁弟弟。阮弟弟。啊，尾啊，讲有家托梦，讲弟弟出车祸。对。因为我迄阵我嘛是讲，因为咱拢是扫墓才会去咧看墓。阮弟弟伊出车祸，连续，阮弟弟车祸，阮查某囡仔拢车祸，啊，所以讲，阮弟弟要出车祸时阵，阮阿妈是来托梦讲，伊好阮看伊
出车祸是安怎出车祸？是伊骑的倒歹，人个客人车对边啊扫过，超过他，结果雄雄停落来，对倒边司机边只开门，阮弟弟袂互动，哦，弄了门，啊，拄弄着迄个门，人全飞出去。哎呦，这种状况吼，嘛真济啊，发生真济这种。对，好，阮看到，啊，看到了后就紧。甲恁小弟讲，迄是还袂发生哦，但是事先吼，阮梦到，梦到甲阮小弟讲，啊，阮小弟都少年人无咧心情嘛，脾气啊，啊，叫伊暗时莫出去，莫去批滨海哦，咱家人迄滨海，伊嘛是照下班就照去批。可能甲七仔约好啊，七仔甲阿嬷比起来，拢嘛七仔较重。啊，再好甲再无再七仔，再七仔搁较严重。啊，就是同学的同学将批一台安尼，少年的嘛，飙车的嘛，啊，就。真正照伊所，互阮看到迄个景，发生迄个，嘿，还好是有讲破了，所以他只是手吼，不扣断去，手因为你徛倒摆，手都擦到迄个门嘛，啊人震着，啊镜头啊断，镜头哪去？啊全阁扣倒来补，啊有接好无？有啊，啊即马唔过接好，转来刚好阁歪歪，伊只已经无法度啊，对，已经没办法是弯的了，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嬷。小姨，要往生之前，阮小弟伊当在遮，诶，国小考国一，伊讲阿嬷上爱食啥，伊讲素食汤，伊讲啊，你也好煮好听，伊讲好，我煮给你食，然后吃的那个四神汤，才走，才走，所以阿嬷在甘心滴。对，啊，所以我要问讲，每一个人拜拢无同款呐，吼，讲你拢在老人地区。对，像阮嫂母吼，阮就是有家族梦嘛，啊，所以讲，我感觉讲，这祖先要甲咱保庇，咱是讲就讲啊，祖先就已经往生啊，你都要对因家子孙啊，大家平平安安，大家拢会安尼祈求嘛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，因为你心中永远有尊重他们，有咧怀念因。啊，所以阮那扫墓吼，阮是全家族拢去哦，不管嫁出去的查某囝嘛，拢回来哦。阮哥哥、阮阿嫂、阮孙啊，啊，大家吼，就是讲祖先在阿妈爱食啥，咱就炸啥；爸爸爱食啥，咱就炸啥。啊，会分开，爸爸爱泡老人茶，啊吼，啊就炸伊的茶粿，是吼，啊有诶炸一桶水，几加仑的水，啊，迄个小型的瓦斯炉去添烧水，啊有诶泡茶。啊，现泡好烧烧，一杯甲红茶。啊，囥个呀，啊一摆吼，炸唔着茶粿去，啊结果迄个茶粿去，阮老母洗甲足清气个，啊炸伊个茶粿去，结果包无杯。吼，唔是炸，唔是炸这支，是炸清气个迄支去。啊，是那一杯，人伊要用伊惯习。不是，他生气哦，啊，阮安怎着轮流包杯了？讲啊，到底谁哪来无杯？伊讲生气讲，我真无简单吼，迄个茶粿饲甲乌索索，结果我妈妈甲撸甲金丝丝，撸甲足清气个，所以他很生气，看到那个他很难过嘛，他就不喝了。我就讲啊，你就原谅啦，老母就是甲冷冷。爱清气，迄爱清气啊，看啊，讲卡灰尘啊，像这支我拢唔敢叮当，连灰尘拢搁伫嘞。所以这些新人滴，该新人个丢。很直，你一定要跟他讲，你要甲讲个清楚哦。你答应的代志一定要甲做个到，啊，无你伊未怎样？因为我讲我家己切身之痛吼，我有时啊拄到安尼真委屈，无人通讲，啊，我也讲，吼，某某人甲咱害甲足凄惨的吼，伊即马要选咱卖互调，拢未调。自从我甲讲了，拢未调。真的啊！伊足直的吼，直啦吼，我无力，伊比我较有力。恁干妈也是讲吼。什么找某仔地，找无因老爸，恁干妈唔着恁干阿公啦，找都无恁干阿，到尾都找无某仔地。伊甲我讲的，就是阮干妈，就是干阿生一个，因老爸生伊干公就对啦。你对我讲干公，生一个查某尔。客公，我袂使嫁一个兄。生一个查某尔，啊，所以阮迄落客白心，惠顺白也是互伊招的吼。啊，这个梦的时阵，因就是吼无当年去吼。啊，就是感觉讲，安奈感觉，生理无讲足好诶，吼，有啥物问题啊，就对啦。伊讲，啊，才想着讲，吼，啊，真久无去扫墓啊，就对啦。啊，去扫墓，去找拄清明诶时阵，去诶时阵找无墓，迄是叫土石流流去啊，是安那？没有，找无墓，就是安那。啊，明明就伫遮，是安奈找无墓？袂去用头墓，去用头屋。无，结果诶时阵去用塌落去。啊，迄边怎塌咧？因为古早散啊。啊，山的是毋是像咱即马讲有迄落啥墓碑吼、墓牌的先吼，会用较足水的、足用的、足迄落的对无？较早的先山的是拢采采一地啊，一粒石头，啊用一个砖啊，看咧，吼面头前的先写名尔。啊年久月深的时阵啊，迄砖啊字会无去啊，会卡青字啊，啥物啊？系啊，啊那就讲迄落啥地理神啊。落土的。
系啊，无啊，佮伊你啊，你啊，佮种落哦，佮种落。一般来讲，迄落种拢会创一个痛安尼啊，啊，伊可能创伤病啦。对对对。啊，变过你乌开内底会有遐啊。乌真浅啊，可能是乌真浅，佮种落去，事实是佮种落，即马佮很难滴，佮用塌落去，所以就歹。哦。真正足歹，就是代表火顺病，伊做暗花的时阵无搭台无，啊伊团住啊，嘿啊明仔载的时候，囡仔炎做山，明仔载人要才要来拆台尔，迄暗的时阵人桥倒来位啊弄过的时阵弄死，去砍掉弄死，弄死，伊煞有代志，伊嘛有代志，嘿，一直拢袂足顺的对对，啊是安怎哪会知影？就是了后的时阵，迄个所在迄墓地要清起来，都嘛去找。一直拢就伫遐咧找，当年当年拢过去遐看，讲啊，哪有可能都伫这个所在，哪有可能会无去安尼？啊，即摆已经种别人个啊嘛，吼。啊，到尾个时阵，就是迄个啥，人要起迄个啥公塔个时阵，啊，要迁起来时，伊嘛有去看啊，去看个时，结果个时，迄个所在两三亩地个，种了佫种落就对啦。啊，所以遐拢无好啦。遐拢无。其实甲人塌也不好啦，甲人塌人会万分伊嘛，啊，红塌也较不好。哎。啊，你也无法度啊，到底倒一个是迄落啥阿嬷，倒一个是阿公个骨头，还是啥拢毋知影。啊，要安怎处理？规个拢嘛，即两三亩，规门拢嘛陆续做一个啊，就这样。哎呦喂！啊，所以讲，去拜到别人嘛，可能。也就恁应该是祖坟呐，是祖坟风水不好。对，祖坟。讲恁老爸甲恁小弟咧35天来，烧煞去啊。没错，嘿。那是什么？我弟弟是做工课的时阵吼，迄个咱台中迄个车轮堡遐无，他做派康的嘛吼。亲小弟哦。嘿，35岁就往生。哎呦。嘿，伊去做工课时啊，寒天的时阵吼，迄雾啊，大雾，啊，伊就是桥到尾要转来伫个山路时，啊，一台客轮车，伊去啊弄个后壁迄个马库米啊，迄个灯火就对，去弄着就对。哦。结果个时阵开始一直破病。哦。吼，啊破病个时就像你讲个讲啊，医生看袂好，就爱问当机啊，啊就问神，请神来问啊。结果个时半暝，吼，半暝个时，阮小弟拢会附身起来，我家己亲目睭看着，那附身起来的时阵，就是一个18岁查囡仔，种伫咱上山，迄姑娘啊就对啦，无嫁翁啊就对。因迄台车都毋知坐5个还是6个就对啦，拢总因有5、6个的迄个分别拢附伫迄个所在，附伫迄个所在。较早我那伫遐有车祸的，对啊，就是阮小弟的时阵，怎去甲弄开，弄着的时阵，迄灯破去，因大家拢散去啊。啊，散去的时阵，迄台车拢无啥物问题。哦，内面有5、6个，因要掠迄5、6个，包括迄客轮车，可能是毋知要安怎掠，互因跋落坎坷啊，是啥物啊，毋知影啦。结果去掠到恁小弟，嘿，怎就是阮小弟去遐破坏。啊，迄个查某囡仔，吼，迄足歹哦，真歹哦。阮甲伊讲条件就对，佮请上悬的迄落来甲伊讲就对。伊讲拢免讲，吼，你敢知影阮啊，为着要掠高铁就对吼，即爱等偌久啦。即声就是互恁小弟的时阵，弄一个的时阵，怎散去的？安尼看咩啦？就是恁小弟爱出来找就对啊，安尼啦，一定要抓伊就对啊，安尼啦。哦，啊，伊阵阮小弟的时阵哦，拄好阮弟夫的时阵，拄只迄个回来哦，迄囡仔吼，迄红眼啊，藏伫个迄落眠床的时阵哦，伊起起来的时阵，恁小弟哦，对，那时候精神有状况。对对对，我都亲起贵，好，起好的起，伊来甲你起贵，啊起贵你袂使无。我爱好人。你爱给伊用，你一定爱给伊用食。咱讲食王头提水，啊你若分人食，咱会煮会愈好。食王头提水。好，阮弟夫的时多只迄个回来哦，迄囡仔吼，迄红眼啊，藏伫个迄落眠床的时阵哦，伊起起来的时阵，迄红眼按个沙起来，就拼落去安尼啊。恁小弟哦，对，那时候精神有状况。对对对，我都亲。哎，红眼啊，尾有拼死。无啦，拼死是无啦，即马早囡仔做大汉咧。有心啦，但是无好呢。被附身了。无好。那个女生也不好。这个小孩子不好。阿伯啊，阿伯啊，外面搞得不好。尾啊，恁小弟是安怎死？啊，就迄落肝癌。啊，伊是变精神不对，怎么会变肝癌？精神不对，那本来他是有喝酒，但是不是那么严重。哦，啊，35天来都走。对。啊，恁老爸那个小煞走。
我爸爸那时候是生病了，那时候生病，那 我弟弟先死，嗯、我小弟先死，我妈拢无甲讲，啊，35天来，伊嘛转去往生去死。哦，伊当时阵安尼，你一定足伤心的对，我听讲恁爸爸吼，在世时阵就爱啉酒诶，爱啉酒，啊，所以吼有一摆扫墓哦，啊，你甲准备洋酒，赞的就对，啊，恁老爸讲等下脱亡啊。咱较早拢足散的吼，真正实在是散家吼，啊，就是出来外口唱歌，啥物有赚一寡钱呀吼，啊，就是阮哥哥，像阮要等于啥无，伊无可能互阮入去啦，无可能互阮甲伊同齐去的对。然后就是买洋酒啊，我讲啊，阿兄，啊你若要陪伴的时阵吼，要跪纸吼，迄个三月初三有足侪礼啦吼，迄较等来再讲，就是讲你若要去陪伴要跪纸的时阵吼，啊你要拜拜的时阵吼，伊拢食米酒，互伊食一个较好的，咱即马都较有趁钱吼，啊有收入买洋酒 XO 的就对去。然后是去暗睡睡托梦啊，讲安那，讲恁爸真爽，无恁爸真袂爽。为什么？因为爱啉台湾的海头啊，无爱啉洋酒。对啊，伊啊透早爬起来就是一罐米酒啊。啊，真正呢，啊，我后爸又搁钓，较早侪岁人袂晓啉洋酒啊。啊，中昼嘛一罐啊，啊暗时嘛一罐啊。哎，一工啉三罐哦，哎呦喂，啊你营养可能伤险啦，伊站袂住啦。伊不爱啉迄，啊搁爱配土豆，搁讲啊你也无甲我准备，我爱食土豆。伊迄较早咱在世的时阵，阮妈妈若无，伊嘛爱跋筊啊，伊做陶醉啊，吼，伊是陶醉啊，有当时啊陶醉啊，落雨啦，无法度做，就爱跋筊啊，跋迄落十号啊，啥物啥物啊，啊无就去永靖遐啊，永靖遐你知啦，永靖啊开查某，伊开查某来去娶查某啊，讲意思啊，娶来就是要开啊，无娶你看，尾啊讲清明扫墓，讲你爱炸红菇粿，一般人毋是拢炒花粿吗？哎，炒花粿甲红菇。对，迄个啥，你若新亡的时阵，新诶亡者新的多头一个种落去，新种落去，迄就是爱乌草粿嘛。第二了的时，第二年的时阵，就爱用红菇粿，哦，对吧，老师？诶，第二年啊，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添新丁，嘿，啊是有结婚的嘿，娶新妇啊是讲添新丁，就用红菇粿。什么款的草花粿？要听来照看者。对啊，迄个七角粿迄种。七角粿。啊，这新的时阵用这啦，新的时用这。内底哦，内底这门是包甜的，包咸的，咸的，啊，包那个菜包米迄种的，啊，那这种内底是要，都爱包红豆啊，伊就造出来嘛，哦，对，第二年就变包红豆啊，对对，哦，所以人大家在讲遐戴芒果，在食芒果，啊，讲到少啊，我拢在通食，讲到戴芒果，古早不是讲有咧什么柚芒果，用药的猜谜是不是？唔猜咧，伊讲唔是这意思，刚刚讲是讲迄个砖头。我较早真侪拢幼芒果。幼芒果是安尼吼，就是讲较早有一寡看护囡仔，啊拢伫通化埔咧。咧等看有通食，无较早就算咧无通食啦。啊，即摆啦，恁若去，哎，因为陪芒吼，你讲要款食生理啦，芒果这较少。咱通常是去扫芒尔。吼，哎，恁是安怎来陪芒？陪芒若毋是新拄呾。种了无三年来，也若无就是恁厝内底吼有这个喜事的，吼添新丁啦，起楼啊厝啦，啊娶新妇，都来报告，哎对，嘿来报告，哎会用较澎湃去拜，才会做粿啊生理啥子，啊所以去的时阵，你若看到红菇粿，因就规定看，你若就来讨，啊还有做切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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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粿了，乞丐的乞，哎对，伊来甲你切粿，啊切粿你袂使无，我爱给人，你爱给伊哦，你一定爱给因食，人讲。吃王头提水，啊！你若分人吃，咱会厝会愈。吃王头提水，互人头提咱的水，互人吃咱的王。对，啊！但是嘛，因为人真多，袂当拢互人，所以你要钓人才好。对，啊！你人真多，我无款恁多啊，啊！所以用要的，啊！有的是做米菜，哦，啊！有的就是讲啊。我都唔捌字，我嘛袂晓做鱼草，你要啊无安尼，来，我凊彩揪一个芒草，啊恁来要长底，较亲像咧背后树安尼。哦，看这个芒草啊，大概有几寸长啊？啊，对对对。有啊，我都捌听这番笑话啊，伊就讲，诶，啊当临时唔知要啥创啥红药啊，伊就讲，啊大家拢无炸标啊嘛，啊，互恁要即马几点？啊，其中一个囡仔就讲下晡三点，哦啊，真正迄个主人看看，有影下晡三点，啊狗囡仔你都无炸标啊，你哪会知？哎，啊！就看迄个狗囡仔又去抱迄个牛的卵趴呢吼，抱的讲，嘿，啊！你那抱就知安尼，伊原来去甲抱吼，
哎，都唔知咧。伊讲啊，你是安怎抱？伊讲我著甲抱较悬，安尼看去，就看到对面一个教堂也是真足大。有下三点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所以讲，啊，毛迄个大巴肚会去啊，啊，大巴肚就提香薰啊。哦。所以人唔知咧讲，哎，你大巴肚就爱食香薰，提香薰，这种这是一个礼数，原来是一个典故就对了。啊，咱这个小盼盼，我叫是这个吼，又时尚又美丽的姑娘们，一定无咧讲这个面相的啦。你也在想着啊，你较早主持的《不可思议的世界》哦，我那听太侪啊，拢知啦。每一家的习俗都拢无共。啊，听讲你咧高中读高中的时阵啊，啊讲清明去扫墓啦，啊讲中邪哦。不是我，不是你，阿伯是谁？你阿姐，不要讲求神明来拜卜。我们家是很传统的，拍者我第一波，阿妈家故意讲。哎，好的。阮家是就传统。在恁家好多人噶，不是？彰化人。彰化人。彰化人。那即摆囡仔拢好多话不要讲。不要讲。啊，回去彰化的公墓那边啊，都也没有印玺什么的，都还蛮平顺的。但是呢，就是我念国中啊，我有一个姐姐一高中安尼，我上尾的印象就是迄个。啊，回来以后吼，阮家全家拢不平静，连续大概好几年了。那第一个是我也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什么事啊？因为呢，我阿公啊、阿妈以前有迄落卡尾钱啊，啊，给我偷摕去啊！啊，你敢偷摕哦？手尾钱。你为什么敢偷摕手尾钱？不是因为迄时阵念国中的时阵爱耍嘛。啊，欠钱就摕去啊！爸爸妈妈没有很多钱呐，所以我又想跟朋友出去玩，没有钱嘛，所以朋友要出去玩，我跟着去，我没有钱怎么办？我把我妈妈收藏很久的手尾钱开了了。哎呀！所以我就那时候也开始成绩也都不好，然后在学校也莫名其妙，学姐学长都会想要打我，就。一直找我麻烦，因为你们欠打，连手尾钱都偷得去用，这敢无欠打？我现在就是回想，因为我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但是这都还不怎么样。那是我姐姐，那后来我就想啊，会不会是她那一次我去扫墓的时候，她有穿裙子？但是裙子有过膝啊，因为以前比较保守嘛，不可能穿迷你裙，所以是那种长的百褶裙这样。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我们走那个公墓的时候，他就那好奇，他就看一下别人的墓碑啊，上面不是都有照片吗？那有一个黑熊皮的，跟他一个查甫少年囡仔安尼，阿姨的跟他讲起故宫，哎呦，阿珍一个，你看他这么帅。又这么年轻，好可惜哦！不能讲这个话，真的啊，因为他回来以后就整个变一个人了，然后我爸妈好头痛哦。暗时啊，拢有咧，因为他那时候念高二，然后念的是很好的五专，他又很那时候很漂亮，那时候唐娜很红，他长得很像唐娜，身材比我还好。你家人都很漂亮，我们四个姐妹就身材都这样子。有啊，我有看过啊，恁村的姐妹拢足水的。那时候等于是校花，没有交过男朋友是摘系列的。有啊，结果他就回来以后，个性他讲话都很温柔，比我还温柔的哦，很有气质。可是回来以后就变得很泼辣这样子，然后呢就会一直想要出去找男生，一直要叫男朋友，打电话给男生，然后看到邻居就一直想跟他聊天这样，然后叫他来家里找他。开始是有点大发春，然后后来是开始自残或者是伤害人。然后呢，那个我们附近的宫庙精神分裂了。对，宫庙对精神科医生是说精神分裂，但是宫庙的老师就是说他中邪了，你可以卡掉、刷掉啊。有你讲黑嘛，小病无医，不也爱吹对哦，因为他是慢慢的，初期就是说啊有黑影，然后开始自言自语、喃喃自语，然后开始刚灸。啊，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开始先去买安眠药，哎呦，一天吞十颗。然后没有人发现，然后就是一直睡觉，一直昏迷，然后更头脑不清楚，还才知道。因为他自己也不想这样，他自己知道就是难过的，干脆睡觉。可能，然后后来变成吃50颗，哎呦，然后后来他就睡一睡，口吐白沫嘛，就把他我妈妈在亚东医院，对，就把他送急诊去洗胃这样，然后后来变成要冲到厨房里面拿菜刀，哎呦，他就这样乱砍的，让他笑哎，他会不会伤害自己家人？有啊。有想要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全部都很害怕啊！我爸爸就要把他绑住，这样，后来把他绑起来。那也不抓去的精神病院去，他舍不得啊，他就开始在找很厉害的老师。真侪是大人，都是因为拢安尼唔甘，到尾爸母叫太太死，真侪都是啊。就不知道怎么就啊，有的老师就说啊，这我无法度，你若是讲较早来啊，我可能也才处理安尼。啊，后来是辗转遇到一个好像技工老师吧，就整个把他收掉。然后他等到他清醒了以后，问他这
三个月的时间，他都不知道。不知道、啊，他现在又好好的了，很好、啊。然后你不是有个很有名的干爹，就黄任宗先生，他们翁行都要两年吧，今年两年，哦，今年第六年，那么久了，哇！黄先生翁行了后吼，讲有一拜拜来给你托梦吼，还是安那，讲、哦、你去甲拜，爱怎给你托梦。托梦讲会真欢喜，还是安那？要有人会给你。无，伊以前我伊家己梦到的时阵，伊拢是安尼袂讲话，就。很闷啊！因为你看也行，已经半边就对，而且他往生以前就是严重的心脏病，然后又糖尿病，啊，佫发炎，佫要家己拍袂伊的物件，而且讲心情佮身体拢歹。他是闷死的，哦，闷死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多重的器官衰竭嘛，然后胃内出血，他是吐血走的，然后走的时候好像眼睛也没有闭起来，有点死不瞑目这样。那其实他刚走的时候，我对他也很不谅解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很多麻烦的事情啊，人家会又怀疑说，啊，你明明还有钱呐、啊，你在挖贼金坑来你家。对，阿甘阿公，我感觉上我在他旁边很亲密，还是用一点五嫁来你家。嘿，就是讲，哎，珠宝啊、名画啊、名酒啊，学是不是还有钱？啊、所以你有没有被国税局清查？有啊，他走了以后，我就是还差一点被上手铐嘞。哦，我出去，然后就把我这样把。这边两个，那边两个就把我抓去问话、啊，然后我家的、我爸爸妈妈、我的银行存款、我们的银行往来全部都查，然后拿着报纸、杂志全部在那边，就把我当犯人这样一直问，问到我精疲力尽。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我快崩溃了，然后我脸上就开始长一些蓝疮，然后我就，而且连身体也有。阿伯也唔听讲吼，你安尼食唔甘愿，阿怎去甲恁干爹拜个道？因为公公的回来讲好去哦，因为他。是2月10号离开的嘛、那所以差就是过了那一个多月，将近是清明节的时间、我想说好，我就去你的塔位那边跟你讲个清楚、所以我跑去他的塔位，我就质问他，我说那你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留给我，然后留给我这么多的是非、还留给我传染病这样子、因为有后期照顾他的算护士、就说我身上那些疮是湿什么湿斑呢？不是，是疥虫长在我身上。疥虫、哦、为什么有疥虫？疥虫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。因为怎么会传染在脸上？我今天要应征你，为什么脸画的这样花花绿绿的？哎，真的呢，我那个脸的那个烂疮啊，被用圆珠笔圈起来，圈起来，会不会你？而且还画箭头哦，哎，会不会你？还有箭。在我身上，疥虫为什么有疥虫？疥虫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，只会在监狱里面才会传染的一种虫。因为怎么会传染在脸上？因为它是一种，它会寄生在皮肤里面。然后因为你照顾它，我可以摸到它的皮肤，可能因为它会大概这种距离就会跳，然后就会在皮肤里面就会开始烂，跟跳蚤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什么？你给留给我是非，然后留给我疥虫，你留给我什么？留给我疥虫啊！对，我就去骂他，然后呢，结果我就。那时候就整个人真的快崩溃了啊！就骂完以后，我觉得好一吐怨气嘛，那就回家等死好了。完了以后呢，我就好那天就灌了酒就睡觉了，也没有洗脸，也没有干嘛的。那时候这边加几粒就大粒，加买几粒就大粒。结果呢，我隔天起床以后，因为隔天还有事情，好像要去应征工作吧，我会记得。然后我闹钟醒来了，我想啊怎么办？我就看一看哦，没有什么延迟，来时间迟到了。然后前一天喝酒，我还是要想办法看有没有工作啊。那我就赶快延迟擦一擦，然后刷个牙，然后我进室嘛，我也没有仔细看，我就跑出去了。结果我应征的那个主管他就说，你今天要应征，你为什么脸画的这样花花绿绿的？结果我就觉得莫名其妙，我说我脸有花花绿绿的吗？结果我就去，他说那你去厕所照镜子啊，我就去厕所照镜子。哎，真的呢，我那个脸的那个烂疮啊，被用圆珠笔圈起来，圈起来，会不会你？而且还画箭头哦，哎，会不会你？还有今天晚上你自己去做梦梦游就画。就喝醉的时候画的呀，但是没有画那么准吧？而且我帮你画的，我全没有人来我家、啊。
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后来，对，因为他不可能，如果我自己画，我为什么要圈起来用一个箭头指那个圈圈？哦啊，两个哎，真的哦？对啊，啊，我就去看，我也觉得，嗯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真的有个？你去印证，我这样做捷运，做捷运成功了。那沿路被人家笑啊！被人家笑，知道？没有，那个时候反正还没有人认识你，没有人，那时候我没有很有名。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后来我用这样，然后我只能赶快用卫生纸擦一擦。然后我就回去，因为工作一定不会叫我的嘛，所以我就回去又继续这样，我就百思不解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刚好又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就跟他讲这一些心事，因为我已经快发疯了，我快崩溃了。然后我爸妈还怕我跳楼，还来我们家把铁窗都装起来，然后交代管理员说不能给我跑到顶楼去，因为我不跟他们回家住嘛。结果后来那个朋友才说，哈。哎，拜托，我才刚见过黄先生他们那个医院的护士，黄先生哪里有疥虫啊？他没有病啊，他最后就是内出血，然后多重器官衰竭啊。你不要听别的女生在乱讲啦，所以他身上根本没有疥虫，所以我的也不是疥虫，所以我觉得黄先生就是要告诉我说，那个不是他没有带传染病给我，他故意把它画起来，还画个箭号要我去看，而且我那个烂疮真的就不见了，只剩下那个圈圈跟疥虫啊。你那个圈圈有没有去给皮肤科看，说那个圈子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就没有东西啊，他自然就好了，就一个晚上就好了。前一天还是很大的一个那个像顶啊，刚才顶啊，然后里面还有烂烂的脓，两个很大颗，灰气多啦，没有压力大，火气大，可是不可能一个晚上以毒攻毒啦，你那天晚上灌了一瓶啊，主要以毒攻毒的话，那天晚上我喝葡萄酒啦，没有道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只有这，因为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对，因为你主持过，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很多，啊，另外这边叫下哈。清明扫墓最常用的十二项的贡品哈，有猪哦，怎么够人咧用猪头哦？有啊，猪头贵了不？你像讲伊若生后生，啊是讲娶新妇的，伊拢会拜猪头母亲，有诶足功夫诶。是是。猪头、猪肠啊、肉干、全鸡鸭卵、竹笋、红枣、猪菜、韭菜、鱿鱼、沙白，为什么要沙白鱼？沙白鱼吼，沙白鱼有点怪。无，伊有讲这个食沙白。吼，食食瘦肉啦，吼，啊，就敢若讲，互咱互厝内底的这个人的，会和合，子子孙孙夫妻和合。食瘦肉，互你夫妻会和合。啊，食鱿鱼呢？食鱿鱼吼，啊，都讲年年有余，啊，翘脚恁最少意思。鱿鱼，啊，韭菜，互你久久久安尼。但每一个人拢拜什么物件，咱甲看卖啊，一个来。哎哇，有够澎湃！老师，我先借问的吼，你手提这是啥物件？这就是咱咧鬼王纸吼，这个古仔纸，古仔纸。啊，为什么咱后大红色？哦，较早传统吼，古早传统，咱大家拢用一色尔，都是咧纸色尔。哦，啊，即卖愈来愈五彩色的呢，五彩色，对啊，色绿色的。啊，有的是有分哦，有的所在伊是安怎分？就是讲普通时啊，扫墓时伊就用这种。啊，若是讲厝内底有喜事，才搁去，才去清明要去拜王时阵，嘿，伊这个伊就用足侪色纸咧，啊，这这哪咧卖纸店，拢有咧卖这咯。啊，对，金纸店内底。啊，所以一定爱买这去贵哦。啊，对，贵王纸都刚才拢毋捌买这，我刚才用迄落银纸。哎，对，你若是讲，即卖若拢伫咧肋骨塔内底吼，所以即卖都拢无咧用。无，这贵王纸就是啥，一直甲地咧蒙啊，就用一个石头啊地咧安尼。啊，对，像咧个。背图背好，规个拢甲砍好势了，再搁甲搭搭起，讲啊表示这厝骨甲翻修。安尼吼，然后我即摆来甲看起来吼，你即内底是素的，这轮饼糕是素的还是粗的？所以按轮饼糕开始，这边拢素的，对无？这边拢素。炒花粿嘛素。啊，这边哦，啊炒花粿是素的，啊三星干那即个三星是粗的，吼。啊，人讲清明吼，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寒食节，寒食，所以爱食冷的。为什么清明爱食冷？清明食冷的是古早有一个，或者有一个皇帝时代吼，有一个大臣，啊，因为过身了，为着要纪念伊，哦，要纪念伊了，就是啥，迄个火种吼，规个拢爱腌食，或者寒食节，咱要对怀这个祖先的时候，火种规个拢腌食，等清明节过过的时候，才去重新起火节。所以大家迄天拢卖起火，拢食冷的就对。所以叫做古早叫做寒食，啊，拢食冷的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像咧拜神啊，那素，你就拜这个叫做润饼糕，吼。啊，这边诶碎粒，碎碎粒粒糕啊。这是素的，嘛有人炒菜吼，拢有，还有咧炒一挂炒的，来做菜碗吼。这碎粒碎粒豆啊，这青豆、红豆，这叫做二里瓦糕，哦啊，这大红豆。
啊，这有做香的豆莲啊，豆莲啊，啊，这有做金针、豆豆、红藤，为什么连红藤也会使？哦，赤刷，赤刷吼，就是讲，因为咱有时啊煮菜吼，煮甜的，吼，煮甜甜讲出来的，就是中南甜。要甜好些啦，要甜点啦，要甜点嘿。食甜的就讲一个好话就对，熬豆鸡吼，这个芋头啊，那个啥，迄个，不是这种红豆丸呐，它叫做芋鸡丸，芋鸡丸，啊，那莲子，哦，莲子和莲西饼，一个莲西。即嘛嘛有人讲用这糖仔饼吼来叫菜花来方便。啊，这三鲜就是一般的鸡啦、肉啦、鱼啦吼，啊，再做个这炒花粿啊，吼，这炒花粿，啊，有阵时嘛做比较现做，你看，啊，软心心你来看，软心心，啊，这大家吼就是讲，若去拜好势了后，这其实就是原来拢没有这子孙仔起来。啊，因咱台湾人吼有一个部落，伊的白部族，这嘛有一个部落，就是讲，你底下煮好了，因无拜神的，因拜的物件就是讲底下拜。完了先，底下就当食，所以早起去扫墓拜好了后，就大概是不是底下就冇其实吼，嘛是子孙啊，大家吼一年干那一拜吼。比如讲，你有只围炉，围炉是干那，比如讲你娶某了后，你去问恁家己，你围炉咧吼。啊，那即款清明扫墓吼，是各兄弟、各家族、宗教围，所以是种专家族的围炉。啊，大家来食拜祖先这物件，寒食吼，另外望食，另外望开讲，望缅怀祖。对，祖先呐，为要让祖先看到讲咱养这只子孙吼，安尼好，伊根基算好了，大家也够真好下班嘞。其实可比咱伫咧看咱台湾的一个老人王永庆先生吼，往生了后，啊子孙啊加减有一点仔意见安尼吼，相信伊在天之灵也未安心呐吼。较像若讲会当大家好好，大家同齐伫遐伫咧食只帝王粿啊，啥物哦，相信吼王老先生伊会上欢喜就对吼。所以咱们祝福每一个好朋友吼，合家平安，啊祖先保庇恁大家吼，会大发财，平安大赚钱，但是会记得爱去敬祖先才会使哦吼。谢谢林老师。谢谢。啊，这不是有在。